这五蛋继续刷，赶快把双倍刷起来。现在很多卡片都不齐，然后我们继续刷。那打七龙珠一直输，第二蛋。不要不要不要战斗，你要交叉玩、啊、不要这样，上次我们连续玩都不会出、哦、交叉，对、嗯、就交叉玩它才会有机会出。哎、欸、我们有稀有卡片、嗯、很久没有打到好卡片了。一两个月前。有啦，我们至少盾有进阶了啦，有进步一点。我们符文盾。我们连一次五星都没出。没有啊，对啊，我们打到现在没有五星都没出。可是其实我们打的也不多场，五六十场。算多了吧。六七十场有啦。欸、有些没有拍到啊，他是四星啊，对啊，真的、啊。底下就那个马跟那个交叉打，积分赛也可以打一下，啊、对，积分赛打打看，积分赛也会出卡片吧。不要用别的，直接全部那个快速嘛，你的练习攻击高一点。又零了。暴击棍，打谁？黄金巨象。四六七。对。哎、欸，他刚暴击一千四百多。彗星。彗星。一千四百。那个，这是他。对啊，贝利亚。他加满。所以他们的普攻都很高啊，所以我们打还不会太难看。赶快加满，再加满。一刀两断没有按哦。快出按了，中间再按啊，中间再按。看不清楚，我是猜对了。五七六。一零九三。哇塞，这是全爆哎、欸！人气加了。四四八。魔人斩，黄金巨象的魔人斩。加。哦，一三一二。他刚。这次攻击力太高了吧？冰结气息。不行，魔人就这样。这如果彗星怎么保？八六。这彗星一级如果会到一千，会发展，还可以发展。Crit。今天晚上就不能玩那个了。不是。过了过了。会不会出网？一定会啊，刚刚都出库。不一定啊。应该是会。出卡比较重要。会吧？啊、哦。会。
掉，按掉，按掉，这种就敢按掉，拿卡片。卡片握好。运气啊。快投。一定会出啊。运气啊，我们这边快投有没有说？锯木虫，好丑。一星的锯木虫。切裂小丑。天哪、啊。我就说你不要一直打，你要交叉打，不行。交叉打，它那个里面机制停一下。加可豆。好。加钻石。四星的高。你现在知道宝宝为什么叫游戏交叉打？你听到吗？没听到。要赚钱啊！对啊，交叉打，不然他卡片一直出啊，一直不出，你一直出这种烂卡片，你知道我意思了吧？让他等一下再打，不然他就一直出，一直出那种烂卡片，按掉吧。再回来打这个，交叉打一打，你不要这样一下子。我们上次就是一直连续打，他都不出卡片。啊，切裂小丑 ，OK， 拜。